你就是分手大师梅远贵。对不起，小弟弟，今天我不方便签你。我是复合大师，我承认做情感体验型 APP 是受你的启发，但是我对你的想法不能苟同，我一定会击垮你。 好，那我们就赌一把，谁输了，满足对方一个愿望。赌什么？刚才你跟踪我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和你擦肩而过，他身上有几个扣子？ 14个，15个。他的手包里面有一颗暗扣。 VIP 包厢里有多少个人？10个。 11个，里面有一个人是孕妇，山上有几棵松树？76个。 愿赌服输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再是飞扬大师了。满意吗，李段？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，不管是分手还是复合，有什么区别吗？不都是替人解决情感问题吗？ 在模仿我的团队当中，你是最像的，加油！哦，对了，是75颗，右边第5颗是侧摆。